三个杯赛，我们今天来到的是马里奥杯、耀西杯，最后是路易一级杯啊。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啊，官方送了一个好东西过来了，啊哈，20块，20颗红宝石啦，得奖得奖，舒服舒服。现在我连挑战都不用打啦，直接来，给他买下来，买单买单的，买。轻轻松松啊！一天之内可以得到一大堆的红宝石啊，我超屌！得了，然后其他的秘服装一样，等到它特价之后，我们再来把它买下来啊。好，那我们就从今天的挑战开始哈。阿姆斯特丹漂流二曾经打过啊，没有啊，这是全新的啦。曾经打过是一啦，来，现在要打的这个才是阿姆斯特丹漂流二的打法，之前那些全部都是附加版本的。那么我们这一支叫做福伦丹罗切塔，让我们上船上船。OK， 很可以啊。完美。128等啊，100块。就100块而已啊！变强！礼物啊，拆礼物了，拆礼物啦！拆出了一张烂东西，伦敦环线三啊！伦敦环线三啊！哎呀，这个循环赛是满满的劣势啊，都是特殊关卡。我这个账号就是最不擅长特殊关卡，尤其是新出的。逆向行驶。哎呀！哎呀！赶紧起飞！甩尾，甩进去！爸爸，呜呼！啊，偷袭他！
连香蕉，爽啦爽啦，切成了一个屏障。还有谁？再来个屏障，这里还有一个我的屏障。啊，这个屏障很不错啊，这屏障。来，甩的换边，好急，拖时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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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轻松得第一。轻松达标，好，大逆转比赛呢，拭目以待啦，这大逆转比赛，来，稀有角色现在站在最上面了，开抢，哦，原来是个大回转，啊啊，原来是玻璃小道啊！哎呀，不小心撞到手了。老方法，发财啊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发财，哎。最后一颗也能打中，哎呀，最后就剩一个打下，然后再用什么丢啊？两边两边啊，两边。Round two。啊！失败，失败！嚯！啊，搞错边了！哎，及时防御，倒霉，这可不行啊！不行，那个他降太慢了。轻松打阵结束哈！舒爽啊！拆礼物，大逆转比赛，可以狂热，可以狂热就舒爽多了嘛。这个是怎样子的？一般关卡哈。开始。拐内大法，那么呢，我们的巴黎刀锋总共有四种跑法，当然这也是其中一种，偷袭，
Finish it!第二个比赛，伦敦环线二是吧？伦敦环线有三种跑法。Engine start. London 环线跟巴黎兜风是两个很容易搞混的赛道。啊，错边了，错边了。没有击毙，我们就赶快甩过去。哎，好哎，成功打架，再挡一颗。Oh my god！没有击毙，直接甩过去。要两下。甩一个，再甩一个，结束他！啊！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的容易啊！阿姆斯赫丹漂流2AKS，25万完成啦、啊！啊啊！1000块哇，前面有1000块。发财了，发财！这1000块，啊，又不能狂乐了，完蛋蛋了。好，不要紧张啊。然后再一个关卡就是本次的主要赛道啦。哎呀，起飞起飞！嘿。
哎呀！哇塞！打不了，打不下来了。赶紧飞，赶紧飞！哎啊啊！这香蕉谁的？赶紧去拿！嘿哈，结束。哎呦，差点没达标，很危险啊！这个不能狂热。巴黎多风沙，巴黎多风沙。哦。有趣了，有趣了，呀，乱来，乱闹一通了。哎，怎么还是哎？这任天堂能这样啊？啊！哦，超车我过，不要紧张，哎，滑一个。哎呀，打到你！哦，这个吃东西，吃我东西是吧？啊，红的，红的。我感觉比较变得没有那么困难。再吃一个，再吃一个。这个赛道还算长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把这些三角形冲上，这还好，来，不要撞到。来来来，横吃。哎，没事，没事。放他一马。哎，及时甩尾，结束他。哦，福伦丹在我前面。可以啊，这加成。哦，不要失控。前面那里有船，那个船怎么那么大？还是我们缩小了？船可以容纳一台赛车哎、欸，是五木轴那一种。嘿，无敌星星，好，我懂意思了，撞人，撞人，结束他。合计完成六个杯赛了，哎，居然是叶子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啊，最后一个杯赛了啊！
很尬啊，找到了，就这个最高了。AK 四百拿跳跃动作的，金币加成，再加上他五等。巴黎刀锋 X 原本的走法，完美跳跃，巴黎刀锋 X 这个我已经很久没跑，我已经不记得这一段了。这关我已经完全忘记了。啊，蓝龟！哎，没挡到，可恶！哦呦，哦呦，差点打到我！撞起来，撞起来，撞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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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恶，没撞到，可惜了。各位各位，久违的柏林小道又来了。30万了。发财发财了，得了满满的金钱，再得1000块了哦，直接赚2000，爽赚！看这红宝石收集速度堪快，哎呀，这不愧是我的罗家宝宝侦探，这柏林小道他每个都会，这是几乎都会，很屌。久违的柏林小道二来啦！我还记得我上次玩的时候，我还是使用方向盘模式。急急急过来！我有点起不来。我有差点吃香蕉，还有他射出去。过来！完了，你射去哪里？射去哪里啊？我的转弯有点极限哦。刷赛刷赛，有难度了，有难度了。哦，啊，炸弹！哇，这是谁丢炸弹兵啊？这一定是前面那个人在丢的。奇诺比啊！
一般的关卡来了。阿姆斯特丹漂流啊，可悲了，我怎么还是一样都没有在上面的，这个也是翻了一轮他回来，结果还是这样。然后这个巡回赛就是最多的阿姆斯特丹漂流。太怕了，这关我已经可以狂了。嘿，找到，我划一个，哎，潇洒的去，哦，可以可以。OK， 挡掉挡掉了。欸，没跳上去。嘿。Oh my god， 谁先到你？哎呦，吓死宝宝。啊，还有一个香蕉。哎，这个Finish it！ 好啊，这个蜜服装居然不分男女。计时赛，第二个计时赛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又来了一个计时赛给我了。我最爱的就计时赛了，成为了世界纪录，哇，就爽了。好，魔力小道二。可以，到目前为止都做得很完美。完美的结束啊！卡快了15秒，我真是厉害。我就是这么的神奇，就是这么的厉害啊！马上啊，我的有，买买买买买买，好，可以买一张我们的那个票券哦，来给他买下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很好很好啊，太爽了哦，
金币冲冲冲，给它开下去 ，Go Go！柏林小道，还有是柏林小道二哦。哦，这个关卡我玩过了，这个我玩过了。可以可以，只要有滑过就可以了。Finish win 啊！四把零六块全部破产了啦！还是我漏吃一块钱？发财！哎，怎么才12000而已？可恶啊！好，我们就玩到这边了。明天我们就来打，明天下午我们来打路易吉宝宝杯，还有碧姬公主杯，还有奇诺比克杯吧。那剩下就必须要再等。好，我们就玩到这边了。这一次的主要赛道我已经选好了，他们我已经选好我的答案了。柏林小道一，还有那个巴黎兜风啊。最后是阿姆斯特丹漂流二，巴黎兜风是四个全部都在里面，四种跑法全部都在里面。伦敦环线之所以会没有，因为出现的我觉得还是不够多。这边我觉得巴黎兜，我这里觉得这里面的那个阿姆斯特丹漂流出现的最多，然后柏林小道也有新赛道，所以是新的。还有阿姆斯特丹漂流这样子，然后巴黎兜风也是第三出现次数第三多的。好，那我就玩到这边了，那大家拜拜了。